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Snaps， 我是 KC， 今天带大家去飞鹅山。飞鹅山传闻夜晚的车会震的，而家飞鹅山仲旺过旺角啊，仲有咩震啊？咳咳。好，咁喺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咧，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订阅咗呢个频道先啦。咁同埋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咁下次咧我有新片出嘅时候咧，咁你就唔会错过啦。飞鹅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拍摄地点，有车就可以去到的，而且风景非常漂亮，所以经常吸引到不少人来拍照和行山的。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飞鹅山先。飞鹅山呢高603米，是九龙最高的山峰，所以亦都有人会去做九龙之巅。在飞鹅山上面，我们可以俯瞰到九龙、香港岛、西贡、濠涌和白沙湾一带的景色，所以真的吸引到不少摄影和行山的爱好者，放假的时候带埋一家大小上来行山看风景和影相。所以大家在揸车和影相的时候就记得互相忍让一下。在带大家出发之前，等我分享一下飞鹅山可以拍到什么和所需要的器材先。简单来说，飞鹅山是什么的风景相都可以拍到的，最基本的就是日景和夜景。咁呢度嘅景色咧，无论系远景同埋近景，基本上咧，你带齐14-400mm 嘅镜头啊，都会揾到各自嘅角度去影相嘅。咁有揸车嘅朋友就记得唔好懒啦，带齐晒唔同焦段嘅镜头。咁有大景出现嘅话，先唔会后悔啊嘛。咁除咗日景同埋夜景之外咧，跟住最多人影嘅就当然就系日出同埋日落啦。日出咧，大家可以向住西贡海嗰边去影。日落咧就可以望翻九龙半岛同埋香港嗰边嘅方向影埋去，仲有咧虽然机会就唔系咁大，但系呢个位置咧都系有机会影到云海嘅。再加上咧云海出现嘅时候咧，就成日都系大家需要翻工翻学嘅时间，咁所以咧令到飞鹅山嘅云海相咧系更加难影到嘅。咁如果大家想更加准确咁样预测到云海几时出现咧，可以参考翻我嘅呢一条片。冇错啦，就喺大帽山上面影云海嘅呢一条片啦。咁除咗云海，如果想再特别啲咧，当天时地利人和同时出现嘅时候，喺飞鹅山上面系连银河都可以影到嘅。所以咧，出发去飞鹅山影相之前咧，就记得睇下你嗰一日系想影啲咩嘅主题，就带翻相应嘅器材同埋相应焦段嘅镜头出去啦。咁多废话，我都唔等你啦，我出发先啦。要上飞鹅山咧，其实只要一路揸车，沿住牛池湾街市嘅清水湾道而行，见到路牌指示飞鹅山，转咗一路上，行一阵就会见到一条净系可以落嘅单程路，呢一条就系扎山道啦。呢一条路咧就系我哋落山嘅时候嘅路嚟嘅。咁我哋而家就沿住清水湾道继续行。好快就见到第二个指示牌，写住飞鹅山，我哋跟住行就得噶啦。咁如果冇车嘅朋友咧，可以选择喺彩怡花园嗰度搭1号 A 小巴啦，或者喺德福度搭1号嘅小巴，都可以喺呢一个位置度落车，然之后沿住马路一路向上行，好快就到噶啦。不过讲紧好快，都差唔多要行2个钟头噶。之后我哋会见到一大堆嘅豪宅，沿路行过飞鹅花园啊、飞鹅山庄呢啲豪宅之后咧，就会见到一条单程上山嘅路，呢条就系飞鹅山道啦。同大帽山嘅路比，呢条系单程路嚟嘅。我觉得揸车系易揸啲，因为我哋唔使谂要避对头车嘛。不过记得揸车嘅时候都要小心啲行山嘅朋友啊。哇！上到山顶，今日真系超多人咯，黐线！停车嘅呢一个位置咧，前少少就有一个细细嘅观景台仔，
這個呢就是望著九龍的方向，即是向西望的，大家可以選擇在這裡拍日落或者拍雲海，我都是在這個位置的。但是呢要留意一下，這個位置拍照呢是會拍到前面的這個電塔，那我一陣再跟大家介紹一個位置可以避開這個電塔。我們現在走回頭後一點，我們會看到後面有個涼亭，旁邊呢有一條樓梯可以上去另一個觀景台的。這個位置呢就向著西貢，就是向東啦，就是我們可以拍日出的位置啦。如果呢大家想在構圖上面避開了前面這個山仔，可以選擇在旁邊的這條小路走出去，過了一個小山丘之後呢，我們就會有一個更加開揚的景觀啦。向東的位置呢，除了說拍日出之外呢，還是拍銀河東星的一個好位置的。不過這個位置的光害都挺厲害，要拍星呢基本上都要用上光害濾鏡，再加上強大的後製技術，都叫可以有拍一點點銀河的。剛才拍車的那個位置說拍下去呢就會拍到一個電塔啦，現在就帶你去避開這個電塔。我們由拍車的那個觀景台位置向前大約行三分鐘左右，我們會看到左手邊的路旁有一條小路，沿著這條小路呢可以走到出去的。我們沿著這條小路走就可以去到一個較開揚的位置，不過走這條路的時候大家要小心一點啦，因為這條路呢兩旁很多樹，而且是沙石路來的，很容易呢就會跣親的。還有這個位置我們是出去拍日落和夜景的嘛，出去拍照的時候當然就是還看到路啦，但是啦拍完照之後日落西山天都黑了，所以呢帶定頭燈呢就穩陣一點啦。出到去我們會看到這個拍攝位置呢比剛才是開揚很多的，可以拍到漂亮的日落啦，高清夜景呢都是非常不錯的。如果你好彩遇到蕭天就更加不得了添，但是這個位置就不是那麼好奇的，大家 set 腳架就記得要 set 好一點啦，如果不是連相機帶腳架跌落山，咁就真係慘慘豬啦。嘿，好啦，咁咧飛鵝山咧就其實仲有好多位置影相嘅。不過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先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，就記得要 comment、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